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次节目大约需要三十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金牛昂首辞旧岁，瑞虎腾跃迎新年。新春佳节将至，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今天，省委省政府在长春举行2022年春节团拜会，全省各界欢聚一堂，互致祝福，喜迎新春。省委书记景俊海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主持，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 景俊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向驻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人员，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和各界朋友，向关心支持吉林振兴发展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致以诚挚的祝福和新春的问候。景俊海满怀深情地说。 刚刚过去的二零二一年是极不平凡、极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务实创新、攻坚克难，奋力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迈上新台阶。 这一年，我们同心向党，把建党百年焕发出的豪情壮志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吉林大地奏响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的时代强音。这一年，我们同舟共济，紧扣“两确保、一率先”目标，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六新产业，加快建设四新设施，保持了稳中加固、稳中向好、稳中提质良好态势。这一年，我们同创新局，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促进大开放、大开发、大合作，开创出一片新天地。这一年，我们同护家园，加快推进生态强省建设，打造美丽中国吉林样板。 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年，我们同保民生，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景俊海强调，时间属于奋斗者，历史属于奋斗者。今年我们将迎来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 必须保持奋斗有我就在吉林的昂扬姿态，顽强奋斗、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一起向未来。要坚定不移稳定经济增长，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坚持以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抓手，加快推动人文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务实推进五个合作，让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涌流。要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把老百姓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开展基层建设年活动。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带领全省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景俊海要求，做好今年的工作，需要全省上下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凝聚万众一心伟力，焕发不懈奋斗豪情，展现虎虎生威雄风，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努力向着实现两确保一率先目标奋勇前进。团拜会上，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出席团拜会的有省级、县职领导同志，原省级老同志，驻常军级部队和武警总队副军级以上首长。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在场部分十九大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模、英模和英烈家属，文艺界、体育界和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归侨及眷属、杨靖宇将军后人等社会各界人士代表。 农历虎年春节将至，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街头巷尾喜气洋洋。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在长春走访慰问企业一线职工、驻及部队官兵、复员军人、公安民警，代表省委省政府为他们送上温暖关怀和新春祝福。一汽富维东阳汽车塑料零部件公司为一汽红旗、一汽大众等多个品牌汽车提供配套产品。 秦俊海详细了解产品设计、工艺研发、实验设备、标准制定等情况，与企业引进的创新人才深入交流，鼓励他们紧紧把握吉林汽车产业发展的时代机遇，扎根吉林，施展才华，发光发热，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成就人生梦想。在生产车间，秦俊海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情况，充分肯定企业实行的五步安全工作法，强调要持续强化技术创新和精细管理。 进一步保障安全生产，提高质量效率。景俊海向在岗一线职工拜年，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展现新的气象，研发更多新技术，生产更多好产品，为吉林汽车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空军航空大学某团飞行二大队曾涌现出功勋航天员聂海胜等一批优秀学员。景俊海来到大队营区，观摩学员模拟飞行训练。 参观大队荣誉室，详细了解部队发展严格历程和官兵训练生活情况。在综合教学楼，金俊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飞行大队和所有驻籍部队官兵致以新春祝福和节日问候。希望广大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习近平主席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的殷切嘱托，认真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 练强指挥能力，练好作战本领，练硬战斗作风，努力成长为能打仗、打胜仗的优秀军人，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为实现建军百年目标不懈奋斗。复员军人郭香林今年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他早年入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多场战役。一进门，景俊海就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祝他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看着老人珍藏多年的战役纪念章，听着老人回忆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景俊海动情地说：“您曾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英勇战斗，没有你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老党员、老战士，各级党委政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照顾好他们生活，让他们享受温馨幸福晚年。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桂林路派出所辖区流动人员密集，治安形势复杂。景俊海来到派出所，通过实时监控了解治安情况，走访户籍大厅，查看为民服务工作，要求公安民警始终把警情当家事，把群众当亲人，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从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入手，持续提高为民服务水平，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他与在岗民警一一握手，希望广大公安民警忠诚使命、恪尽职守、用心用情维护社会稳定、守护万家安宁，确保全省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平安的新春佳节。省领导吴靖平、胡家福、张志军，空军航空大学政治委员邹云川参加有关活动。 中共吉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昨天在长春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共吉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长春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纪委委员三十八人，列席一百五十九人。省委书记景俊海出席全会并讲话。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全会由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赵乐际同志的工作报告，讨论景俊海同志的讲话，审议通过张忠同志代表省纪委常委会所做的《自觉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坚定稳妥推动吉林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工作报告，要求各级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全会指出，二零二一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部署，结合实际，深化“幺幺三三”工作思路，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全会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求高度重视、认真解决。全会提出，2022年将召开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省委将召开第十二次党代会。做好纪检监察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自觉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坚定不移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持续深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努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更好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加快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全会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需要与时俱进，深化“幺幺三三”工作思路，深化一个目标，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有效落实，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加快实现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有力保障；深化一条主线，深刻把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质内涵，精准有效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深化三项重点。 以政治监督为统领，以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基层监督为着力点，进一步做实监督职责，统筹衔接四项监督，协助引导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同，进一步健全监督体系，增强斗争精神、斗争本领，强化法规制度执行，进一步提升监督能力，深化三个统筹，坚持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统筹推进三步。 坚持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统筹推进“三改”；坚持准确把握纪检监察机关功能价值定位，统筹推进“三转”，不断增强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第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实效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两确保一率先”目标任务，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搞变通、做选择、打折扣等行为，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第二，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强大力量常在，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 <in anda> 到底，坚决防范和查处七个有之问题。 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风险背后的腐败行为，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对年轻干部从严教育管理监督。第三，一刻不停歇正风肃纪，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开展影响破坏营商环境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加强对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推进情况监督检查，推动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分类施治。第四，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推动巡视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协助省委制定五年巡视工作规划，组织实施新一届省委第一轮巡视，开展巡视整改回头看，完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机制。 深化对省直部门单位和市县巡查工作的分类指导。第五，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加强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统筹衔接四项监督，深化运用“一加一、一加 N、一加 X” 工作机制和“四加二加 Z” 联动模式，健全完善监督执纪执法体系，加快实施省直派驻机构统一管理。 深入推进省管企业、省属金融企业、省属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第六，强化对纪检监察权的监督约束，保持忠诚干净担当政治本色，加强省纪委常委会自身建设，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完善监督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内控机制，解决“灯下黑”问题，做遵纪守法的标杆。全会号召。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协助省委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有力有效服务保障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明天出版的《吉林日报》将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论学习贯彻省纪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新春佳节将至，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在吉林市走访慰问五保户、脱贫户、困难老党员、烈士家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 困难群众现在日子怎么样？韩俊一直牵挂在心。在残疾人低保户李杰、李浩家中，得知兄弟二人爱好音乐，多次获奖，勉励他们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坚持进行康复锻炼，用顽强意志战胜困难。 在五保户于德和家中，韩俊了解到其弟弟多年悉心照顾其生活起居，称赞这种亲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在脱贫户徐胜春家中，韩俊坐上炕头与他促膝交流，收入多少，生活有什么困难？ 得知他们吃穿不愁，收入有保障，生活越来越好，韩俊鼓励他勤劳致富，生活更上一层楼。困难老党员石志远曾经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离任后为村里做了很多贡献。韩俊感谢他长期扎根基层做出的贡献，嘱咐他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继续发光发热。 在因公牺牲基层民警侯文胜妻子左玉红家中，韩俊关切地询问身体怎么样，孩子在哪里工作。得知一家都在公安系统工作，韩俊叮嘱他照顾好家庭和身体，有困难随时向组织反映，政府一定会帮助解决好。 韩俊来到龙潭山花园信访回迁户徐贵军家中，看到房屋已经交付，安置费发放到位。韩俊感谢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包容，希望把回迁小区打造成示范小区、和谐小区，让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走访慰问期间，韩俊反复强调，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困难群众提供兜底保障，体现了党的宗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各级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各级政府和干部要接地气、查民情，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办好群众的事，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安贵武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一月二十七号到二十八号，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到吉林市就节日期间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城市供热、市场保供、春运等工作进行调研，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把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坚守岗位，精准服务，尽心尽力，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做细做实节日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吉林市和平路便民市场货品琳琅满目。 韩俊详细了解商品价格、供货渠道、销量等情况，叮嘱企业要针对节日消费需求，丰富商品种类，及时补充货源，确保满足需求。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百姓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供热工作关系群众冷暖，韩俊在国能吉林江南热电厂详细了解情况后指出，要强化供热企业主体责任，加强热煤储备和室温监测，确保热力稳定供应。 保障城乡居民温暖过冬，在昌邑区延安路清扫队，韩俊与环卫工人亲切交流，查看环卫作业装备。他动情地说：“环卫工作是温暖千家万户的事业，大家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全社会都应尊重、关爱、关心环卫工人。各级政府要为环卫工人办实事、解难题，为他们工作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尊重环卫工人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在吉林市公安局昌邑分局新地号派出所，韩俊走访慰问正在执勤的一线民警，并向全省公安民警致以节日祝福。他表示，春节是团圆的节日，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广大公安民警的辛苦付出。今年是个特殊年份，希望大家忠诚使命、恪尽职守，坚持人际同防，真正维护辖区,区稳定，守护一方平安。 韩俊来到吉林火车站，查看春运疫情防控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统筹运能保障，全力提高服务质量；要把疫情防控工作做实做细，紧盯关键环节，优化检测流程，做好环境消杀，完善应急预案，配足隔离室等硬件设施，让广大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在儿童福利院，看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韩俊动情地说。 办好儿童福利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级政府都要认真做好儿童福利工作，全社会都要关心儿童福利工作。广大教师职工既要当好老师，又要当好父母，时刻关注孩子成长，守护孩子健康。 要坚持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的理念，以政治之责和仁爱之心，改善孩子们的生活成长环境，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韩俊深入企业实地查看春节不停工、不停产和安全生产有关情况，并慰问在岗职工。在吉林石化合成树脂厂，韩俊希望企业保持在全国领先地位，加大排产力度，在安全的前提下满负荷生产。 奋力冲刺一季度，为稳增长多做贡献。要抓紧做好吉化120万吨乙烯转型升级项目开工准备，尽快开工建设，努力实现千万产量、千亿收入、百亿利润、百亿税金目标。在吉林化纤碳谷碳纤维有限公司，韩俊要求企业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强化创新能力，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 拓展应用领域，形成全产业链集群，打造中国碳谷。在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滑雪场，韩俊详细了解节日期间冰雪经济和雪场疫情防控工作。他说，要借好北京冬奥会东风，丰富产品体系，完善配套设施，带动全省冰雪旅游更加红火起来。在永吉县城防工程开山段，韩俊仔细查看工程建设情况。 他说：“城市防洪工程是百年大计，要高标准加快建设，确保工程如期完工，尽快发挥效益。”韩俊走进驻吉某部队营区，观看防爆装备展示，并来到荣誉室、官兵宿舍，了解连队战斗历史、官兵训练生活等情况。他说：“你们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为保家卫国和地方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希望你们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刻苦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成为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要继续发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积极参与驻地建设发展，破难关、打硬仗，为推动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率先实现新突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各级政府要发挥双拥协调机制作用，支持部队建设发展。 让广大官兵安心投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陆军第七十八集团军军长张帆、省政府秘书长安贵武参加有关活动。落实中央部署，按照省委安排，一月二十七号，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参加指导吉林市委常委班子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忠实践行新担当、新突破、新作为重大职责使命，保持昂扬状态，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努力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走在前列。 会上，吉林市委书记贺志亮通报2020年度民主生活会和有关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代表市委常委班子做对照检查，并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班子成员逐一进行对照检查，相互提出批评意见。韩俊在点评时指出，大家思想认识深刻，问题查摆全面，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整改措施具体明确，是一次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 希望大家认真抓好整改，不断自我革新、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实现思想和行动的双提升。韩俊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二要扛起职责使命，在推动振兴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吉林市要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紧扣“两确保一率先”目标，强化突破意识，明确突破方向，重点在石化、碳纤维、冰雪等产业转型升级上求突破。 在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上求突破，在实施千亿斤粮食生产、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上求突破，为吉林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作出应有贡献。 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市场主体和基层群众，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将好事办好、办实、办下去。四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始终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 顾大局，重小节，慎独慎微，勤于自省，肃清腐败分子流毒影响，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四风，下真功、求真效、用真心、动真格、见真章，坚决杜绝,杜绝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扎实开展基层建设年活动，真正沉下去、伸进去。 提出新思路，拿出新举措，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以敢拼敢干敢闯的胆识，一抓到底的韧劲儿，高标准完成省委省政府赋予的各项任务。安贵武参加有关活动。近日，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江泽林在长春市走访慰问省级老同志、高层次人才，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江泽林先后来到省级老同志张月琪、高文家中走访慰问，与老同志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他们对政协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说：“老领导、老同志是推动我省各项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希望老领导、老同志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支持省政协工作，多提意见建议，继续为我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江泽林来到吉林大学，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盛金亲切交流。江泽林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工作，不断强化人才服务保障，营造了有利于科研创新和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希望王胜金教授和研究团队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和领军作用，积极投身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王胜金对姜泽林的关心和支持表达了感谢，表示将结合研究领域，继续发挥专长，建言献策，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才智。刘伟陪同参加活动。 以吉林为主要取景地的电视剧《人世间》，今天起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五十八集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人世间》是吉林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委宣传部重点支持项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腾讯影业等联合出品，讲述了大时代变革背景下的小人物的奋斗故事，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拼搏向上的奋斗历程。该剧由吉林籍著名导演李璐执导，雷佳音、小宋佳、殷桃等主演。 在长春市、吉林市、白山市等地拍摄近九个月。为了配合电视剧播出，吉林卫视《身边发现》栏目以独家视角，依托剧中的取景地、主创人物独家采访、剧中花絮等电视剧相关素材，在卫视频道每天十八点十八分持续推出系列片。新闻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微博、微信和即时通客户端。 感谢收看，再见。再见。